我们大脑很神秘，有很多我们还不知道的秘密。除了第六感外，还有第三种能力，一种隐藏的记忆。不知你们有没过一种经历，就是到了一个你从没去过的地方，你到了那后感觉很熟悉，觉得好像以前来过，却又想不起什么时候来过，好像是梦中，又好像又不是的那种感觉。这种就是隐藏的记忆。不记得的是哪位科学家说我们的灵魂是不灭的，说人离世后灵魂会飘到外太空，大概150年以后又会循着同一频一样的回到地球上，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就会进入，只不过已经变得很弱了。也许隐藏的记忆就是在这来的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